在你消息嘛，要来看到这婚姻后辈糖厂要开始做糖咯。啊，今仔日伫福安宫糖厂妈祖廖敬祈福的状况之下来开讲。啊，糖厂表示今年气候稳定，甘蔗收成袂歹，啊，会为今仔日到明年三月底来做糖。披露甘蔗正式开工，福安宫的糖厂是目前全国唯一，搁有咧做糖的工厂，利用五分车载满打收成的甘蔗。直接送到后尾糖厂进行制糖，然后上午开始展开2022-2023年期的制糖作业。一个在麦克因真侪民众慕名来看五分车。现在的人都觉得是来可能吃冰休闲有娱乐这样子，但是虎尾糖厂它比较特别，是全台唯二还在制糖的工厂嘛。然后又还有小火车还可以制糖这样。糖厂的开工，借着五分车的行驶，借着我们特殊厂的推广，我们可以把虎尾镇也行塑一个这个制糖剂，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台长表示，今年因为气候稳定，预估会当采收的甘蔗28万吨，生产2.5吨的本土二砂糖，制糖期间一直到明年三月底。另外，温光府今年嘛要求遐里厂商20万斤，新年后尾糖厂安慰家族，希望会当推广制糖安全。我们最主要是要有一个零公安、零治安的核心企业，带动小厂的20个小厂，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让这个我们的从业人员在这个执行业务上面能够遵守一些治安的规定。台长表示，这次文管会辅导协助，心理安全卫生家族，平安悄悄签署安慰公约，希望能透过教育训练、经验分享。提升职场安全，以保障劳工有更加健全的工作环境。记者吴宁报道。